这是一个小型液压站，小型液压站主要是给前端油缸，对，给前端油缸，然后后端推料油缸进行供油的。供油它一共有两个动作，一个动作是加紧，一个动作是松开。这个后端油缸是这边是一个推料装置，上面有两个链机，两个链机夹料之后，它可以往前推进，然后往后退。然后油缸可以控制这两个夹持器，松开，你松开看一下。那边，可以控制它松开，然后可以控制它夹紧。然后这个是直接系统完成的指令，编好程序之后它指令自动生成。然后推料的过程中，我们这个前端的驾驶器会松开，这样我们就能够往前方推料。然后推完料之后，它前端驾驶器会夹紧，然后在上料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前端后端就后端加速器全部都公开，然后上好料之后，我们直接把它夹紧就可以，前端后端全部夹紧。